这座漂亮的体育馆顶上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今天晚上就在杭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跳水游泳馆里啊，我们见证了中秋之夜，中国健儿张雨霏、徐嘉余他们啊，用最美的金牌为祖国的中秋之夜献上了一份厚礼。徐嘉余加油！徐嘉余现在游得很快，已经保持在领先的位置。好，徐嘉余转身。哇！大家都在为徐嘉余加油，快的向前方游去，领先了其他的选手整个身段。都在为他喝彩。好，转身了，快就要到达终点。好，徐嘉余用时1分55秒37，第二助力已到韩国。好样的，徐嘉余，他现在举起双手向大家表示致意，也庆贺他的胜利。现在呢，整齐划一的升旗手的队伍已经就位到了颁奖台这里来。在2023年的中秋之夜，我们在这一汪碧池旁边，见证了中国名将、世界冠军徐嘉余以他最擅长的男子仰泳200米的项目当中，为祖国摘得了一枚重磅级的金牌。